然后呢，有一次他在屋外，然后脸特别吓人，有俩小孩见着他就被吓到了，然后就传说那地方变成一鬼宅。吴律师呢就想把这房子给卖了，给她老公去国外整个行，但现在因为鬼宅的事，这房子连卖都卖不出去。其实我还挺想劝景然把那房子买下来的，因为它比市场价格低啊。哎，你多吃点。饱了，我这真吃饱了。吃的还没我多呢。真吃饱了。Everybody take a break. And for 15 minutes, okay? He fell in love with some girl. Guys, yes. Trust me. I'm sure about that. Working here. Yes. Don't worry. 怎么了？还有姐姐，你现在方便说话吗？我有件事必须得先跟你说一下。是这样的，之前我们看那别墅呢，它有点问题。网上传说那别墅是一个鬼宅。鬼宅？嗯。但这事儿我已经调查过了，说鬼宅呢纯属是谣言，那房东是被误会的。他本来就是啊，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你别着急，我有15分钟的，你慢慢说。什么？签购房意向书？嗯。你确定？我确定。不是，那你跟景然都说清楚了吗？那个房子网上不是说有问题吗？我都跟他说了，没有任何的隐瞒，我连链接我都发给他了。他什么反应？他就坚持说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些事儿他根本不介意。可是真真，那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啊，这个房子它是会影响二次销售的。这个我也知道，可是景然说啊，他买了之后会重新装修，然后焕然一新了之后人再搬进去，这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他说以后啊，人们就会传这个房子是著名设计师亲自设计的家。想不到景先生还是挺自信的啊。那行，既然你们都已经确定了，那我就安排吴律师尽快过来签合同。哎，谢谢美丽姐。真真，这景然同意了，白阿姨同意了。白阿姨可是连院子里一棵树的好坏都在意的人，这样的房子她能接受吗？这个事儿呢，我之前也担心过，可是景然说，让我们先瞒着白阿姨，等她把这房子装修好了，气场好了，格局也变了，白阿姨进去自然会喜欢。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景然再怎么错，他毕竟是白阿姨的儿子。可是你不一样。他们的故事啊，真的很让我感动。吴律师非常的坚强，又非常的能干。铁博士的脸虽然是毁了，但他还是非常的幽默，非常的乐观。其实我挺羡慕他们俩的感情的，一起经历了大风大雨，还能同舟共济。无怨无悔地为对方付出。别犹豫了，买了吧。你这么快就决定了，你不用再考虑一下吗？不需要了，买了吧。这是一件大事儿，你可千万别受我的影响啊。一点都没受你影响。那你应该还是跟白阿姨商量一下吧。这件事情这样啊，等我们先回去。回去之后我去看看房子，重新设计设计，装修一下。因为一个房子的格局变了之后啊，它的气场就完全变了。等到那个时候，再带我妈去看房，她一定会喜欢的。也是哈，
有我们景大设计师在，什么房子都会变成福地的。其实让我买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呀？因为我刚才看见你说别人故事的时候又哭又笑的，我就特别想跟你一起去成全别人。而且我想告诉你，等我们住进去之后，我们一定也会有一段属于我们自己的爱情故事。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你？竟然说了，他再过两周呢就会跟白阿姨一起回来住了，到时候啊他们会亲自去看一趟那个房子，他让我先把购房意向书签了，定金也交了。香港的女朋友啊，前两天还在店里面大闹了一场。真的假的？那这个曾慧敏不会也赌博吧？她是被骗的那一个。那她真的是太可怜了，她年年得奖，哎，怎么会被这么个渣男给骗了呢？得奖怎么了？情感上跟弱智。哎，小白脸的几句花言巧语呀，就被又骗财又骗色的。说不定人家曾店长呀，就是花钱买开心呢。这女人花钱啊，包男人也没什么，你情我愿的，又不犯法，是吧？店长，哎，来开会了。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啊，有点不舒服。这样吧，你要不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热水，你好好休息休息。不用了，有点着凉了，没事，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着凉可不是小事儿。你这样吧，我送你去医院看一看。不用了，马上开会了。好了，别逞强了，身体最重要。走吧，走吧，走吧。合同的细节你们都仔细看一看啊，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谢谢。陈小姐，不好意思啊，我先生有事就没过来，但是你放心，手印和字呢都是来自己弄的。我相信你，胡律师。啊，我今天先把定金给你，两周后景先生回国再跟您签正式的合约。啊，谢谢啊。好。哎，是房屋的所在位置，华东大道111号9号院。没问题啊。嗯。然后认购金50万，行。嗯，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在最后一页签字。好，按下手印。好，交换一下。好，恭喜你们。大夫，我就是感冒着凉，您给我开点相关的药就行。你是大夫，我是大夫，自己都会诊断了还来医院干什么？大夫，对不起啊，他可能是病糊涂了，我们当然听您的。你经常感冒发烧吧？先去验个血吧。经常感冒发烧一定是有原因的，先查清楚病因再对症下药。不不不，不用抽血这么复杂，我知道我这是什么毛病，你就给我开点药就行。曾慧敏，
身体是你自己的，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好不好？生病了就该听医生的，好好治疗。你这么逞强，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大夫，您就给他验个血吧，全面检查一下。没事儿，总算还有个明白道理的。不是我危言耸听啊，像你这种讳疾忌医的，我见多了，到时候病情加重，受苦的还是你自己，后患无穷。对对对，大夫他不懂事，您该怎么治就怎么治。邵总，你醒了，要不要吃点东西？不着急。彭城回来了。彭城啊，那么一大早就回来了，他人呢？可能在房间，我给你教训。哎，彭城，彭城，彭城，行了，别叫了，肯定是偷偷回家拿东西来了。那你看，这是彭城拿回来的。我看彭城不是回家拿东西，他呀是特意回家送鞋子的。这孩子肯定不好意思当面送，所以就趁着你还没起来，悄悄地把鞋子放在这儿的。这给我的。啊。公司的制服了，可精致了。嗯，你还别说，这些啊，穿着还挺舒服。彭城长大了，知道孝顺你了。谢谢你啊，穆总，今天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咱们俩这么多年同事了，跟我还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那个水啊，我给你放桌上了，还给你贴片看看。你现在不舒服，抵抗力下降，万一再严重了，那不就麻烦了？都注意一下，记得听大夫的话，按时吃饭，按时吃药，好好休息。我回去给你请三天假，你病好了再来上班。不用不用，我吃完药休息半天，明天就能上班。那我在医院里，那话都白说了。你不能对自己这样，你得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不是，我喜欢忙，我一闲下来觉得浑身都不对劲儿。怎么会不一样？人不是上足了发条的机器。如果你这样一味的卯足了劲使劲往前跑，
你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累垮的。再说，适当的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对吧？那再说句更难听的，你现在拿命去赚钱，难道将来想就花钱买命吗？谢谢你，穆总。您说的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听进去了，就照我说的话做，好好休息啊，病好了再来上班。那我先走了，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那我就不送你了。好了，大哥。放手！哎，我就不放手，怎么了？放给他！你没事吧？曾店长，我这个人记性不好，今天的事情明天我就忘了。你回去睡个好觉，让这不愉快都过去。别多想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毕竟你还有我们这些朋友，还有华安店那么多同事。以后啊，你有什么烦心的事你就跟我讲，你就把我当一个垃圾桶，有什么不好的东西都往里倒。竟然可想你了，白阿姨，我也想你们。哎，您尝尝，这是我给你包的红枣水。呵，我想啊，您坐飞机坐了那么久，肯定累了，先喝一口吧，润润嗓子。嗯，好，好，我尝尝。嗯，好喝。累呢，要说是不累。这次井然呢给买的是头等舱，我是一路呢。要不说那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房子情况怎么样啊？那个房子啊就在我们一会儿要去的酒店对面，那个小区呢环境特别好，有很多绿化，我猜您应该会喜欢的。然后那个现在的主人啊，他是一个研究高科技材料的博士，他太太呢是个律师，所以这两个人都属于高端的精英人士。妈，您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把房子的事交给珍珍，准会让您放心的吧。臭小子，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放心了？我的意思是啊，你们年轻，有些事情考虑的不周到，是不是？是，白阿姨说的是。阿姨，您就别担心了。一会儿啊，您先回酒店休息。如果你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马上给你安排。哦，对了，晚上我还给你安排了一个按摩。哦，真的？放松放松筋骨。哎，你怎么跟个秘书似的？从下飞机开始，我就一直站在你旁边，你是不是应该先看我一眼？嗯，我这不是怕白阿姨坐长途飞机累吗？哎呀，珍珍啊，我们珍珍安排的简直是太周到、太好了。儿子，我这一会儿进酒店以后就进房间休息，到那个时候呢，珍珍交给你，我就不给你抢了啊。我拍戏，我先过去了。啊。
这是你的房卡。啊。我帮你拿吧。哎，等一下。我。从一上飞机就开始数着时间。是啊，白阿姨要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肯定没人办。从现在开始，不许再提别人。我说的是你妈妈。我妈也不行。在的时候，你过得还好吗？我觉得还可以啊，房子也卖了，业绩也有，花园店那些同事也挺照顾我的。好多船啊！是。怎么这么多船啊？
听时间交付真心的回忆，我爱你。真真带景然和白阿姨去看房子了，要是美丽姐能卖出这套房子，肯定能拿不少提成吧。哎，你说人家真真要帮景然找别墅，这郝美丽瞬间得把这事儿搞定了。人红路子野呀，郝美丽挺硬。怎么了？说没毛病啊，这话。你这怎么了？你是担心人家真真啊，还是眼红这郝美丽啊？不是，这破房怎么老这么慢啊？要不然不要了，拆了，别用了。这填了吗？这晚上要结了，快去吧。身份证，这没网也能填。说着话都能睡着，你真行。白阿姨，哎，你看这就是大客厅，这个采光特别好，而且现在的装修啊是简约和现代的模式，嗯，我觉得特别适合你和景然。嗯，阿姨啊，这边呢是我们客厅，那边还有个小书房，我们这出去呢还有个小花园。哦，那去看看。嗯，那我带阿姨过去看一下。好好好。姐，那边那个小书房我看过，特别适合给你做工作室，那个风景啊，看出去就像一幅山水画一样。还是你了解我。这个房子的结构，我还真是挺喜欢的。嗯，看来你有做设计师的天赋啊。别闹，不许闹，开玩笑。走。哎，儿子，这是咱们在手机上看的那房吗？不是吧。这是真真的同事给咱们另选的一套房，但我觉得也还不错。挺好的，这个院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孩子们有玩的地方。真真，儿子，将来你们结了婚，多给我生几个孩子啊！我看着我孙子们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我开心啊！哟，阿姨，真真是你的准儿媳妇儿啊？对呀，你可真有福气。长得那么好看还懂事，是我们这儿还是学区房呢，旁边都有很多好的学校。白阿姨，景先生，我带你们上二楼看。哎，我妈呢？嗯，哎，刚才还在这儿呢。啊，可能在下面转悠呢吧，我们进去找找。
室，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呀？哎呀，阿姨，对不起啊，这是我先生做实验用的实验室，我不是有意要吓您的。什么实验室啊？我碰见鬼了！哎，门自己就开开，就自己关上了，我看见鬼脸了。阿姨，您看到不是什么鬼，可能是我先生，这没有什么鬼神的。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你家楼下是这样的呀？怎么了？我走，我不能在这儿了。绝对不能搬，真的不能搬！就那个什么那个地下室，阴森恐怖，太吓人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跟你说，竟然啊，真真啊，真的我撞见鬼了！我就看你脸，哎呦，不能买，反正那房子是不能买，真的不能买！哎呦，吓死我了！白阿姨，我已经跟您解释过了，您撞见的是我先生，不是什么鬼神。我先生是因为实验造成面部受伤，所以深居简出，外面就有很多不好的传言。什么传言？不是你说清楚什么不好的传言？这些话我都跟程小姐说过了，我也是希望你们能够慎重的考虑。真真，妈，不是，你知道啊，你知道这房子有不好的传言，那你怎么一个字儿都不提呢？白阿姨，这房子确实之前是被人传说是鬼宅，我就是怕你不舒服，所以就先瞒着您，没跟您说。鬼宅？我是。哎呦，真真的，你知道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买这房子要干什么呀？啊，我是想让你和景然在里面结婚生子，好好过日子。你懂不懂一个房子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这不是空穴来风啊！他们为什么不买这房子了？他们为什么在里面住啊？你知道里面那个乱七八糟那个样，什么房子那是啊？你怎么能够这样呢？哎呦，乱七八糟做什么实验？真的不知道，谁这样做什么鬼东西？不知道，简直不知道。白阿姨，对不起啊，是我之前考虑的不周到，都是我的错，对不起，白阿姨，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你别生气，这个事儿不怪真真，瞒着你是我的主意，不是真真的主意，所以你别生气。不是你不，这事儿你知道？这事儿你，我知道。哎，你们，哎呦儿子，你们合起伙来骗我呀？啊，儿子，你以前不这样的，你以前有什么事儿你都会跟妈妈商量的，现在是怎么了？妈，我现在是。有女朋友了是吗？有女朋友就不要这老爸了是吗？真不是这个意思，妈。白阿姨，那这个房子不要了，别再提这房子，别再提这房子。阿姨，您别激动了啊，房子您可以不买，但按照合同，定金我不能退给您。啊？50万定金，你说不退就不退了？哎，是你房子有问题，你凭什么不退了？阿姨，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也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都不相信鬼神。对，但是我看见了那个脸。妈，我跟您说了，您在房子里看到的是我先生实验用的工具和模型，我不是故意要吓您的。您现在一口跟我一个什么鬼啊神啊，这是对我和我先生的侮辱，也是在侮辱我的房子。吴律师，白阿姨今天已经受到惊吓了，请你照顾一下她的情绪好吗？还有那个定金的事儿，我们之后再商量商量。没得商量，不买。曾小姐，你们是专业的中介机构，买方单方面撕毁合同，定金是不予退还的，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什么叫你我们单方撕毁的？什么叫我们单方撕毁的？两位都冷静一下。是你房子有问题，我才不买的。不是你不退定金，你凭什么呀？啊！你千万别动怒，别生气了，好吗？不值得为这点事儿啊！注意身体的。真是。吴律师，我妈是在你们的房子里受到惊吓的，
难道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有，我已经道过歉。这跟道歉没有关系。我妈是在你们的房子里受到惊吓的，所以她现在不想买房子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对吧？我说了，我已经道过歉了，误会我也解释清楚了。我是律师，希望大家都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定金的话，我只能按照合同，不能退还。很抱歉，我先走了。吴律师，不是阿姨，白天阿姨，我去跟他谈。我去跟他谈。白姨，太不讲理了，你还是律师呢你？啊，曾队长，不是你跟我说，他什么意思？他这意思是不是我要不买这房子，定金一分就都不退给我，是吗？The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People go